到了 Hope， 我们在这块和其他的几个队友集合，然后再往 Manning Park 开。今天的目的地是 Manning Park， 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哇，太美了。我们今天去 Forsyth Mountain， 应该是我们 BC 省金松最后的季节，天气不错。边上的湖是 Manning Park 的 Lightning Lake。OK， 我们去这个 Forsyth Mountain， 过这个桥看一下。进入这个 Forsyth Mountain 这个 trail，一开始就是这种民间的小道，这已经开始地上有雪了，我们上了雪线了。这个山道上的红叶接着霜，很美很美。这边有一个 viewpoint， 我们过来看看。我们把这个小冰爪穿上，现在开始雪多了。现在大部分的 trail 已经被雪覆盖了，那我们现在上了400多米，一半的高度还没有到，我们应该要拔高1100米。我们这片现在挺平坦的，但都是雪了。我们到了这边，这个有个小木屋，然后休息一下。可以看见金松了，已经。但这一片是比较低矮的小金松林，前面应该还有大的。这块这个地方有个牌子 Mountain Mirage，树上的冰溜子。哇，这个很深了，这个雪。
这个太阳在云雾里，不过远方也是很美的。现在这是我的队友们，刚才我们可能还在搜寻，今天我们登顶这个 Forsty Mountain 肯定没有希望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就下撤，等下一次。我们又回到这个小木屋这里休息片刻，出发。Lightning Lake，我们夏天在这边有过 camping， 这边上的 camping ground 也很好。这个我们快回到停车场，在这湖边上，哇，这水非常静，也非常美。